来到南投埔里树人路200号的神奇教会，今天带着团队来做公益活动，希望能够响应社会大众一起来做公益，做公益活动。OK。要跟团队把所有的物资跟着五牧师送到部落村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走吧 ，Go！ 多少？多少？200号，我晒，要晒。小黄慢讲贵啦，真正加在两分尔。哎、欸，快！好恐怖哦、喔！我们这当然是部落了，有那种18、28度。完了，你就完了。大哥，我是台湾阿龙。没、欸，龙哥。大哥，加油！加油！不会不会，保障，加油哈！小兰 ，Let's go！ 傲笑人呐，我嘛是笑人的，所以值得原谅。你搞台湾，你 OK 吗？可以啊，可以啊。放屁！一年发财了。果然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我妈咪笑脸所以值得原谅。这边是爱心团队、哦，爱心呐、啊，爱心团队的那个感觉很亮，把爱心送往深山部落，是台湾大龙的精神，真是美女啊！我今天去打广告的。我开始每个动作你就开始拍，来，牙痛，脚痛风，耳朵痛，肚子痛，眼睛痛，好，可以了。好呀，护士是救国团的。走进来了，走吧，不走。好，那这样拍吧，一、二。那么你们今天到这里，我就是让你们这里去看。我们不要说只送东西，不知道你们真的是送的是什么，不要把你们的爱心哦浪费掉。对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整齐一点。再一次。啦啦啦。二三开始。他会爆人呢、欸！你们要开始祝姐哥哥姐姐要怎么样？来一个开始，你有讲我就给你，你没有讲我就不给你。先讲，你先讲，你先讲来，你先讲。姐永远年轻。哇，永远年轻啊！正能量万岁！能量万岁！祝你每天好，祝大家姐姐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我跟你说，台湾阿龙胜利，阿龙胜利。大家睡睡顺睡顺睡好没有，这没有人，台湾阿龙胜利干什么？我都来正能量万岁一下，这边正能量，正能量万岁一下，台湾阿龙万岁。然后呢还有你来来来来，祝哥哥姐姐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好。恭喜恭喜恭喜，万岁！台湾大龙跟东森购物以及熊妈妈合办爱心协会，赠送物资到法师屋弄，谢谢大家，谢谢。西瓜甜不甜？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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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陈慧，快速！都要发给你，他说什么？没办法哦，哎，啊，热的热的热的，哦，你啃鸡头好食，我安尼唔再去啃叉尾，你晓得无？米红米嫂，布农族的谢谢叫做米红米嫂，是不是？米红米嫂，好。做的风味餐，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安尼有赞不？哦，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是、啊我要让你们自己去体验。那么这个好好的来去享受一下这些餐哈、哦。来，各位大姐，我们要谢谢你一下，用你的流汗，来接待这些年轻人，很有爱心的年轻人，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谢谢他，谢谢你。全能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也谢谢上帝，也带领我们这些北部的这些的爱心人士
来到我们法治部落做关怀，神纪念在他们的生命身上所做的爱心事工，也祝福我们的秋英大姐，听见我们预备丰盛的赞扬，上帝也施恩在秋英姐的身上，也祝福在今天所有的关怀事工暂时告一个段落，愿上帝继续的顾念保守他们今天晚上在田沙沙那边的这些的休闲，神恩待他们，保护他们，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所吃的食物，帮助我们大家身体健康，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是最忙的，9:30临时叫我说要主持一个婚礼，我又赶快去主持婚礼，主持婚礼以后为了你们，我就把婚礼给他缩短，他们说结束了，我说对，结束了。好，来，三二一，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平安顺利，平安顺利，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家庭和乐，家庭和乐，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赚大钱，赚大钱，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呀，你们都是不能输。